怎么，公司楼下已经被围起来了？完了，四大家族已经抛下我们陈家了。爸，我已经在国外准备好了后路，你先走，我们陈家还有机会。我惹你个低阶还想走？臭保镖，你们还敢来我们陈家？什么你们陈家，你爸已经把这个宅子输给了我老大，现在这是十三家。这就是叫那个什么来的，对，虾仁猪心。臭保镖，你别以我们就怕你，看到你哥没，他身上可是绑了三个核弹，起爆器就跟我的脉搏连在一起，只要我没了心跳立刻就会爆炸。宝贝儿子，感觉你今天格外的聪明啊，比大聪明墨菲特都强了不少，真棒。放了铁军，我可以放你们走，不然等你们陈家的仇人都上门了，你们想走也走不了。哟呵，十三，你真以为我们陈家好欺负啊？既然你们这么想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有点意思，这就是你的一张。哼，十三，只要你把从我们陈家赚的8000亿还给我们，然后乖乖的退出去，我可以放了他。不然，我惹你个低阶，你铁柱，你快救我啊！我可是你亲哥啊！我要是没了，咱爹妈会伤心的。十三，我可是给你们机会了，不然大家就一起死。三个核弹，怕是整个滨海都要玩完。我丢你个洋芋，他这身上绑着的东西真这么厉害吗？也就一般般吧，一颗能灭一张地图。什么？一颗灭了一张地图？这三颗那岂不是炸？那我现在走还来得及吗？以我们几人的实力，解决这些小卡拉米倒没什么问题。不过这小日子快乐坛连着陈二少的脉搏，一时间。应检测到宿主遭遇小麻烦，请问是否需要帮忙？系统大大，要再来晚一点，你就得守活寡了。流氓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这不是心急吗？喂，小子，我说你愣着干嘛呢？吓傻了？上次让你练的武功怎么样了？练了一点，感觉很一般般。蠢货，那武功练好了可是无敌的存在，你竟然说一般般。王八蛋，敢我是我。老大，你怎么了？我惹你个低阶，傻狗，快点阻止对面。知道。我的天，这么厉害，不过我现在也没办法呀，对面可是掌握着真理啊。哼，蠢货，老娘下次再教训你。因无敌时刻开启，免疫所有伤害，攻速提升100%，敏捷提升100%，力量提升100%，耐力提升100%，时间3分钟，每秒花费10个亿，请宿主自行把握。王八蛋，你在那装聋的传人呢？想拖延时间是吧？看老子今天不灭了你。
你丁，时间到，无敌时间解除，感谢宿主花费1800亿体验天神下凡，欢迎下次再来，记得好评哦亲。特么的，心疼死我了。本台记者最新消息，陈家已经宣布破产，旗下产业被华为集团收购。陈家多年以来天怒如怨，现在证据已经确凿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审判。太好了，这滨海的毒瘤终于被拔掉了。抓得好，陈家干的坏事可多了去了，早该抓了。陈家彻底完了，还好当时我撤得快，不然我李家怕是也要遭殃了。家主，那我们现在先按兵不动，等上面的指示。这十三已经彻底跟我们四大家族撕破脸，他嚣张不了多久的。老板，是我的错，我也没有想到这十三突然跳出来了帮手，竟然连核弹都能解决。再有下次，你就准备好上路吧。老板您放心，这次一定让那十三付出代价。丁，恭喜宿主完成覆灭陈家任务，本次任务难度为激发系统特殊奖励。特殊奖励有多特殊？系统能给我来100个金秘书那样的吗？你要点脸不行吗？别逼我再删你啊。丁，奖励宿主双倍收益，合计20000亿整，以现金、公司股票、基金等方式下发。丁，奖励宿主两颗金腰子，5个小卡拉米。丁，奖励宿主身体强化3次，可任选人物。系统大大，这就完了？完了，不然你还想要什么？不是说好了还有惊喜大礼包吗？那得看你表现了，让本系统高兴了就给你啊。这金秘书，把陈家的家底拿出来给大家分一分吧。好的，我亲爱的老板。我去，这陈家的家底果然丰厚啊，这房产本居然都是一捆一捆的。是啊，这居然有一堆车钥匙，我堂堂益达集团的公子是没见过这种场面啊。孙总啊，怕是你的天地银行也没有这么多金子吧？片面了吧，李总，我天地银行的金库里都是十三先生的存款，这点东西也就占1/10而已。还得是十三哥，真是恐怖如斯啊。这一战多亏了大家的齐心协力，另外铁柱跟威猛将军功劳可不小。对了，还有周少。少说屁话多做事，本汪不接受画大饼，请用金钱制裁我。这傻狗也不是特别傻啊。这次铁柱受到了极大的心理伤害，毕竟被绑架的可是他的挚爱亲朋，给铁柱1000亿不过分吧。嘿嘿，感谢老大，我现在也是1000亿身家了。威猛将军虽然是条傻狗，但是差点被炸死的份上，分200亿不过分吧？不过分，不过分，一点也不过分。傻狗，你高兴的有点早了。但是考虑到威猛将军不会花钱，所以这200亿我先替他保存，到时候娶老婆的时候还要用呢。老大，你看看你那嘴脸，咱俩到底谁才是狗呢？剩下的兄弟们我也不会亏待，每人300亿的现金奖励。至于周少，这次情报有功，额外奖励200亿。十三先生，这怎么好意思，我们也没干什么就拿300亿，以后我老孙全听十三先生的。就是，十三先生威武霸气，以后我也要像您一样牛掰。没想到这次十三竟然赢了，看来我得早点把这件事告诉上面。就是，我早就说过十三先生是人中龙凤，灭一个小小陈家那还不是手到擒来。跟十三先生比那狗屁四大家族强太多了，500亿说给就给，以后我就认十三先生了。总之一句话，十三哥牛掰。不是，你们都高兴了，我怎么还皮不起来啊。